咱们又来吃这个金麦郎的麻辣香锅面了，可好吃了。又麻又辣，里面还是用海带丝，然后还是蒜苔。这海带丝简直是它的灵魂，我已经加了一包了哈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海带丝可好吃了。重口味泡面。这个面真的是我要一直买的品，真的贼好吃，真的小时候的那种感觉。而且金麦堂的面条的话特别的 Q 弹，你看弹弹弹的那种。蒜苔，汤都能喝完。